现在又来到了摩瑞的展台，有一台车让我眼前一亮，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这一台车是不是外形很科幻呢？看到前面是日新的卡钳，这个从视频中看不出来，但这个真车真的非常的大，非常的长，用一个字形容它吧，就是很壮。带透镜的远近光灯，用的应该还是之前的那台那个870cc 的那个V缸发动机，日清的双活塞卡钳。后轮非常的宽大，这一台车真的非常的帅。还是八百八都是这款的，它万里多。哇，这是一台美式复古巡航太子啊。皮带传动，也是日新的双活塞卡钳。好，我再看下一辆，又是一台巡航车，还是那台870cc 的发动机。这就是一招鲜吃遍天，同一台发动机衍生出许多许多的车型。没有名牌，没有型号，这个后摇臂设计的有点奇葩，这个太宽大了，后座腿都没地儿放。这是个边三轮，一眼望去所有摩瑞的车都是这一台发动机。一个正三轮，边三轮，巡航太子车，这也是一个巡航太子车。哇，这个车也更夸张了，这个轮胎太夸张了，很有杜卡迪大魔鬼的风范。没有标啊，它那里面没有标，从车头看很像16款的大魔鬼。不是800，不是这个。哇，这个后轮绝对拉风。还是辐条轮。摩瑞造车确实有一套。不过确实挺吸引眼球的，就这样的车你会来一台吗？